现在4点多了，马上下机。干搬运工的朋友叫我过去帮忙啊，他说今天活有点多啊，让我过去帮一下忙，也是有工资的。刚从我妈出来，现在去干活了。早上10点钟去开了一趟工。早上几个人干呢？3个人干。3个人干了多久？干了半个小时就干完了。啊。下午还有一趟呢，有人请假了，所以就把你叫过来了。哦，有人请假了是吗？嗯。今天早上去干，鞋子都干坏了，你看。我看一下。鞋子都干烂了。被那个车子刮到了，干坏了。鞋子都干烂了。等一下，准备去买一双鞋子。车还没来是吗？嗯。那等一下。等一下车才能走。好啊。多不多啊？东西多不多啊？就是外面这里货，里面还有几把。啊。我刚刚问过他了。这个那么轻的，我才敢叫你的，十几斤。这个活干了一个小时，现在干完了。现在去吃饭了。走吧，走。干了活就要吃好一点。点了3个菜，1个荤菜，2个素菜。